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闽南话韵母的第十三课 ，n 和 im。我们来看 n， 发 n 的时候，如果把韵尾由 n 改成 m 的话，就可以发出 n 来。我们来看例子，比如真言的真读音是 zm zm， 人声的声读音是 sm sm， 欣赏的欣读音是 hm hm。我们再来看 im。发音的时候，如把韵尾 n 改成 m 的话，就可以发出音来。我们来看例子，比如下沉的沉读音是 dim dim， 责任的任读音是 lim lim， 婶婶的婶读音是 jim jim， 心情的心读音是 sim sim， 表示舅母这个词我们叫做 jin 读音是 gim gim。闭音的音读音是 im im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